今日捐款金额上悬的人，就是当家上水的嘉文妈妈，共度晚餐时光。我出二十万，我是替这位张正浩先生出的。要不要讲人自制的辣椒酱？你看这嘛，过来边有个老婆。那是当得个贵气，你当可以愿意跟我做伙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炮啊声。你把基金会资料交给 David 呢？国三有代孕乳哦，这个嘴皮哦是给你提醒啦，叫你赶快去洗你的啦。王妍希，你总算是下台一鞠躬啊，是老好听。阿伯，是的啦，所以我跟妍希讲，疫情会当换你钱，阿不过你若是继续过来，会对我跟天顶以后的生活造成困扰。你是啥？你想我是靠讲恁囝啦？做代志还有责任。爱有责任是你啦。刷来，咱也是要合作哦。你想好卖三工两工来找我冤呐？啊，那无到时阵，我那会断哦。我什么代志我都甲母好吵。到时阵你要叫我多一个买你哦，拢无关系啦。啊，恁做嘛？食清饭蛋。这两天我拢去缀伊靠李宝娜，我发现伊拢会走去一间私人的病院，内底有一间 VIP 病房。我伫想，王妍希应该就是上帝啊。我这两天就甲王妍希的代志解决掉。你只要负责搞我拖的，到时阵已经无法度收煞，都无人敢对咱两个安怎？现在就是安怎？哪能开车啦？他不会讲对咱的呀？是你啊！搞我收不起啦！不要嘛！别走！不可能！你是你个人妈妈，这种我话真难，我不肯帮你想死啊！